好，我是杨美丽。今天我跟我广元的两个朋友，然后在哪里找吃的了？他们陪我练车，晚上我请他们吃饭，还有我弟，还有我弟的朋友啊。今天晚上应该有七个人吧，都是我们广元的老乡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你看嘛，跟我师哥，然后抄完，然后找到这里面来。听说有个这家鱼开了多久了？七八年了。七八年了，不辣哦。新七八木桶鱼，这里是木桶鱼28一斤。这个花了两个三个了吗？花了吗？你可以点个面嘛，随便就在那个好吃的鱼汤里面。那选一个嘛。我看你还有啥子可以给你涂个。看看还有啥子好吃的。这个桶有点大。郎酒大瓶，我们八个人。这个是我老弟啊，亲弟啊，这是我老弟的朋友，七八年的。这个也是我老弟的朋友，七八年。旁边是他儿子，大哥你多少岁了？四十。四十岁，你看儿子这么大了，羡慕不？我也四十岁，但是我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，主要是他爸还不认识。这是超娃，我在。兰州认识的，然后这个是我广元的粉丝，关注我好几个月。人家吃饭，他们喝，我没喝啊，我喝水啊。这是第二锅六斤鱼。好了，这个叫烙鹰嘴。哇，这风景好美啊！你看，这是我们广元的，我还没有来过这里。今天晚上吃了660，因为都是我的朋友，这个是我粉丝超娃，昨天是请我吃饭，然后我这弟这边五个人，然后我请他们吃个饭，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房间。像我们这个房间啊，你看这装修真的挺好的，才100块钱一间。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这个超娃他是直播5年，跟我说了好多好多事情，然后是怎么做直播啊，怎么做人啊，然后路上会遇到更多的经历。我说我这3个月真的好不容易啊，然后群里啊，大哥大哥之间啊，然后这个粉丝之间啊，粉丝跟大哥之间啊，他说这你猜到哪里，后面还多着呢。哎，跟我说了好多，反正就是说慢慢来吧，该经历的都要来，然后再学习他。他其实也是以前很厉害的，他以前哇太厉害了，只是说他不在这个平台，然后在其他平台，然后做视频的话也刚刚做。反正是路上遇到一个人都是我的良师，美丽要努力学习，不要急，让我慢慢来。谢谢大家支持。